首先，我很感谢 MIYE 筹委会和各大评审对我的肯定，让我有幸成为2020年百大最具影响力青年其中一份子。今天我有三个深刻的感受想与大家分享。第一，每一份努力都会有收获。第二，行动是成功之母，如果我们有好的想法、好的观念，不去行动、不去实施，这一切都是空想。第三，向不可能挑战，只要我们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超强的行动力，没有达不成的目标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上帝在我生命中安排的所有的一切贵人，包括我的父母、我的女人、我的企业导师 Little Dog Kelvin Q 和跟我一起打拼的团队，我向你们深深的鞠一躬，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我将一无所有，一事无成，一切的荣耀都属于过去。在新的一年2021年，我承诺我一定要让我的团队过上更好的生活，突破一切的不可能。谢谢。